据2018年 GA 主办方方面消息称，韩国组合防弹少年团 1A1TWICE 确认出席将于11月6日举办的2018年 GA 并带来精彩舞台。众所周知，现在韩国组合的大势局面非常明朗，男团女兔已经成为当今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。四代女团中 TWICE 一家独大，而男团中防弹少年团 1A1EXO 占据主要地位。除 EXO 外，这三个韩国顶级组合出席2018 MJA 并且都进入了本次的大奖候补名单。防弹少年团进入了此次颁奖典礼四个大奖：本年度歌手、本年度歌曲、本年度最佳销量艺人、本年度数字专辑候补名单。另外一位大势男团 101 进入了三个大奖：本年度歌手、本年度最佳销量艺人、本年度数字专辑候补名单。 TWICE 进入了三个大奖：本年度歌手、本年度歌曲、本年度最佳销量艺人候补名单。虽然 EXO 没在此次大奖名单中，但是 EXO 也将强势回归，于11月2日发表正规舞技 Don't You Mess Up My Tempo。中国成员张艺兴则参与中文版的音源录制以及 MV 的拍摄，期待 EXO 在出道后一直在韩团中地位稳固。虽然 BTS 101来势汹汹，但是一方霸主地位也不是轻易撼动的。不过 1A1 也于11月中旬将进行回归，也算是解散前最后一搏。 1A1算是 Produce 101系列中走出来的最成功的组合，其中以将丹尼尔为首，不仅受到了多方关注，还以限定特的名义跻身目前最火的男团中来，成就了双旦一晚的格局。 BTS 的成绩有目共睹，不仅在本土有着超强的人气，在海外尤其是欧美市场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，不仅于10月12日出席 BBC 人气谈话节目The Graham Norton Show 与众多欧美演员同台，还顺势成为了世界蛋。在众多男团的包围下，女团 TWICE 能够脱颖而出，也是证明了 TWICE 火爆的人气。作为女团中唯一能与男团抗衡的 TWICE 也将于11月进行回归。不得不说，11月将成为韩国男女团混战的一个时期。不过回归都是小事，这三组大势天团环都成为了2018 MGA 中本年度歌手的候选人，以他们如今的这个地位，还真的很难拿捏谁才是最大赢家。不过值得期待